背起沉重的消毒装备，开始进行消毒作业。这里是南区高雄原民都会农园，也是提供族人休闲种菜的场域。市议员服务团队在菜园周围进行清消作业，并宣导族人正确的防疫知识。今天上午是在南区的菜园，我们去做这个消毒的工作，而且也贴了一些告示的一个布条。那今天因为我们这边的乡亲有大概有44户，每一个菜都有一个打入案，那个打入案他们很喜欢就聚集在那个地方，我们避免一些的感染，我们先做这个消毒的工作，让他们在安全上能够有一个自保。虽然南部疫情有慢慢趋缓，但防疫还是不能松懈。消毒的工作人员每个角落都不放过，为菜园内部周边环境健康把关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在家里拖地板、洗衣服，马上过来看我们的菜园好不好。我们又怕有疫情，所以刚好今天有议员过来说要消毒，我们有多么高兴。为我们健康，也为大家，也为我们的菜园，大家都健康。一来这边关心我们菜园内部的这个环境，也来这边为我们消毒，为这个疫情能够做好这个防护的工作。在菜园入口处也挂上防疫宣导，随时提醒族人佩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保持社交距离等警语，确保疫情不要进入菜园，维护长者健康安全。原视新闻 WQ 高雄小港采访报道。